选择程度部分入门的哦，有五位哦，八位里面有五位，哎，62%，所以基本上有1/3是选入门，所以看得出来，大部分同学哦，可能就底子稍微弱一点。OK，如果你是选入门的话，哎，真的，我还是要点心理准备，因为说真的，这个课程哦，不算简单。OK，哦，但是呢，也不用太担心，我会把。可能有些部分录下来，你如果你觉得你怕说之后有些部分听不懂，没关系，回去再反复练习一下哈。啊，进阶的话呢，大概就差，所以我可能会抓那个入门跟进阶中间一点的那个啊，这个难易度啊来上课。那大部分同学最多是希望呢能够把 VBA 学好，就我刚刚讲自定函数，也就是一个工作你如何量身定做，让它完全符合你工作上的需求。可以把每个动作哈、哦，全部都，其实不止一个动作哦，你可以全部串在一起。也就是说，有人的一个早上的事情嘛、哦，全部都，当然它有些地方是重复性很高的，它就全部把它串成一个 VBA 程式，然后一个按钮按下去呢，一个早上的需要的报表结果呢就产生了。OK，也就是他以前可能要做一个早上的事情，他会 VBA，可能只需要按钮。按下钮需要多少时间呢？按下去，大概就1秒钟的时间，事情呢就搞定了。哎，感觉上哈、哦，还蛮有成，他其实还蛮开心的，因为那学员其实写完之后，看得出来他第一个哈、哦，他好像找到他的工作上的自信心了。OK，而再来的话呢，他对于工作上哦也充满热情。再来的话呢，他说哇，老师我。突然间感觉上班是非常愉快的，因为我一早上的事情呢，一秒钟就做完了，那一早上就没有事情了。好，OK，啊，当然也不能让老板知道他做完了哈，所以他剩下来的话，他就一个早上的时间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。好，所以有些学员啊，他就继续在练功，有没有？在上班的时间呢，开始练那个程式，对吧？哎，继续写，哎，所以他练到某个程度之后的话。哎，他就会有更有机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有这个专业了，他就思考说，他需不需要再去换别的更好、薪资更高的工作？哎，对，所以其实选择权不在，就不是在你被选择，OK，而且你可以选择说你将来有没有更多的机会，OK 哈。那其他的话还有哪一些啊？高阶函数这个有没有重点？啊，另外的话，聚集录制，这大家也会说一下。我跟各位讲啊，这个聚集录制的话，也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功能，最后基本上还是自己要写比较实在，因为录下来的东西啊，其实都录下很多垃圾啦，因为称它叫垃圾程式啊，它其实是怎么帮你的哈、啊？它是把你滑鼠键盘做过任何动作，帮你写出对应的程式出来，也就是你点一下，它就写一行，点一下，或者是你。键盘打一个什么，它就帮你写出对应的程式。但有的时候其实那些动作哈、哦、根本不需要。如果你会写程式的话，基本上呢，可能它录下来可能几十行程式，你自己写可能不到10行你写出来了。啊、哦，所以自己写的话呢，你可以让程式变得比较精简而且流畅，然后呢阅读性高。啊，但是录制聚集的话，它缺点就是它反正你做什么动作，它就帮你录什么结果出来就对了。OK 哦，所以这个可能要。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当你不会写对应的 VBA 程式的时候，哎，没关系，至少啊，你也可以让它帮你产生，然后你可以拿它来做什么？拿来参考也可以啦。至少完全零、完全没有的状况下，它也会帮你产生。这一点其实倒还是不错啦。啊，那我也跟各位讲说，录制句型也不能乱录，有没有什么录制的技巧跟各位说明哦？然后再来的话，哎，就是。表单设计，哎，那在 VBA 里面还有更好用的，甚至可以设计一个输入界面，让人家的话呢，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填资料，然后输入到你指定的位置上，有点像是把 Excel 当资料库来用。哎，Excel 能不能当资料库？毋庸置疑，绝对可以。但是该怎么用？OK，好、哦，那、啊、其实如果你小量资料啦，拿 Excel 来当资料库，有何不可？OK，但你如果超过100万笔以上的资料的话，还是建议你可以用，别的资料库工具，像 Access、像 SQL Server、像 Oracle 等等的资料库。可是如果不是啊，我其实我工作里面就那么些资料啊，那我你们有 Excel，
绰绰有余的、啊。OK 哈。好，那其他的话呢，大家为什么来上这门课啊？像累薪资哈、啊，然后工作要有迫切需求的，哎，五个。那也就如果真的啊，我觉得我刚刚讲的，真的如果你假设不会这个技能啊，还是可以工作啦，只是工作会非常的忙碌吧、啊，永远事情做不完。哦 ，OK， 所以如果你会的话，哇，那、啊、其实效率大大提升。好，大概跟各位讲一下这个问卷结果。 接下来的话，我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这个课程哦，课程名称好，那这个课程名称的话呢，就是我们 Excel VBA 哈，啊与资料库云端设计。那这门课当然我们有分两个阶段啦，这门课现在是初阶，后面还有个叫进阶哦。OK， 所以我们有划分。那这门课的话，基本上呢是让各位有一定的入门 ，OK 啊，不会讲的非常。 高深的那些东西，那也许那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也许等到你入门了，你再去学习进阶的 ，OK 啊，可以做到什么非常多的东西都可以做到。你其实啊，你只要滑鼠键盘能做的事情 ，VBA 都可以代劳了 ，OK 都写得出来，哦 ，OK 好，那接下来的话，我大概跟各位说明啊，待会的话大概说明一下吧，我自己，然后上课用书，这个参考用书的话呢，不是非必要啦，不过。 我是觉得说，如果你想要多了解一些有关理论方面的基础的话，那当然我们上课可能没有办法去细米讲那么多，都你就可以去参考一些我提到的这个参考用书哈。那课程大概简介一下啊，并且跟各位说明五大类的函数，那另外制定函数相关的部分哈。那我们课程目标的话，我刚好稍微提到啊，最大的是希望什么？提高那个工作效率。 哦，啊，自然怎么样？你可以就是不用一直加班。OK 哈、哦，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希望不要加班。另外的话，如果你不用加班，因为效率提高之后的话，其实工作能够更惬意啊。OK， 那你们懂得惬意的哈、哦，工作起来很惬意。哎，别人觉得很困难，对你来说却是简单一盘小菜的话，那当然你会觉得很 easy 啊。那 要怎么样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哈、啊？其实哦、啊，可能你还是要学会一些比较对的一些啊这个专业技能。那里面的话，当然哦，你会了这之后的话，你可以怎么样增加职场上升迁的机会，还有你转职上的筹码 ，OK？ 因为很多工作哦，都我刚刚讲过了，其实哦、啊，老板要的就是快，效率高，所以哦、啊。 他当然也会希望说你会一些，现在主流需要的一些技能啊，那所以大家刚刚跟各位讲几个部分啊，这个也按部就班跟各位说明好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自己本身哦，在这个领域已经非常久了，所以如果说你要找到我的相关的东西的话了哈，你 Google 吴老师，我记得好像这关键字的第一个连接就是我的部落格。 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我的 YouTube 频道 ，OK， 好，然后第三个也叫吴老师，可是那个吴老师不是我本人，但他是买广告之后慢慢爬上来的 ，OK，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的哈。第四个是我的论坛，所以你大家看一下，应该我在那个网络上面东西其实放还蛮多的啦，哦，那我刚开始主要纯粹只是希望分享，啊，也没有特别为了什么。 因为这样关系，这个推广部就邀请我来这边上这个课，所以这个课的话也是因为我做了一些事情，他们觉得、哎、这东西还蛮有市场的，所以他们就觉得、哎、是不是可以开个课，啊，然后其他单位也是一样，那最近的话哈、哦，那个台师大，啊，他们也想要开类似这种课，然后也找我去台师大开类似这种课程，所以我想这个课程应该需求不在少了。那你想说？ 老师，现在不是有 Python 类似的课程吗？而不是学 Python 就好了。跟各位讲，我自己也教 Python， 跟 VBA 什么差别？其实最大的差别，我觉得，VBA 哈，相对的简单很多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你只要打开 Excel， 有没有打开 Excel， 里面的话呢，就可以把其这个箭头嘛，其他命令，你就把制定功能区里面的。 开发人员打勾有没有？按个确定，这边就有开发人员，也就有 Visual Basic。
那就可以怎么样开始写程式了。那如果 Python 的话，哦，你光安装环境，哦，我看你可能就想要打退堂鼓了。OK， 为什么？因为其实真的还蛮复杂的。哦，那 VBA 呢，它已经帮你都 ready 好了，你只要怎么把程式打上去，就可以 work 了。OK， 所以当然相较之下，哦，其实第一个，VBA 简单。 在环境上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因为它就是在 Excel 里面，所以你做很多的操作啊，都不需要再写一些跨那个档案的这种语法，所以程式语法也就简单一许。如果你的资料已经在 Excel 的话，你干脆用 VBA 就好了嘛。如果你用 Python， 你还要再去 import 再引用一个外挂。 才能够去存取这 Excel 档，那真的是有麻烦。光要写引用外部的外挂，你 Python 要学到哪里呢？可能不是学几堂课的事情。所以啦，我是建议，如果说你暂时还没有想要把自己提升到那样的位阶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你暂时姑且第一阶段就把 VBA 学好，就已经相当不错了。那你说它？ 会不会够用？不是觉得大部分都还蛮够用的，很多人每天都要用这个工具，基本上我自己就是啊，简单的事情就这个就搞定了，干嘛没事还要开一个很复杂的程式，对啊，但也不是说那些都没办法，如果你复杂的事情就用复杂工具，简单的事情就简单工具嘛 ，OK 哦，那类似这样的概念哦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。 其他部分当然我已经教了蛮久的这个课程了，所以你们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到蛮多的这个参考，其他教过其他的语言，另外的话这是我的相关的简历的，那因为我基本上我最早是担任那个软体工程师，然后慢慢的，就是一路往上爬，然后也曾经有创业的经验。 那之后的话呢，有那个5年的创业经验，也拿一些奖项，另外的话呢，目前的话在公司也担任一些顾问性质的工作了，慢慢也在分享一些我自己这些年的一些经验，然后大概这些，拿一些奖项，在企业里面有内训，像统一证券啊、全球人寿等等的，OK， 那其他的话我拿一些奖项，那个叫什么，教学卓越奖项，最佳人气奖项。 还有什么趋势先锋奖，另外的话呢，我的证照也是不算少，我目前算一下，我证照应该有30张了吧，都是电脑相关的。最近的话，像 Python 有2张证照，我就把它考到了。OK，而且我之前有开过类似的课程，还不错，因为我至少我考过教学生，他们相对的也比较知道说该怎么考。OK 哈。 另外的话呢，我自己在网络上面有教学频道，我这个正在知道一下。那再来的话，有关那个参考书目部分，这本书其实算还蛮推荐，主要原因是因为它里面都是范例，468招，就是有468个范例，全部都是 Excel 方面的 ，OK，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每天做一招就好了。那里面它也有什么范例解答。 范例解答，所以如果你这些全部都会的话，那表示你 Excel 250个函数应该都已经非常的滚瓜烂熟。不过这本书有一部分不足，就是它没有 VBA， 也就是说全部都用函数，全部用公式解。但是你会发现解到最后，简单的东西用公式用函数 OK， 但是复杂的事情。 用函数跟公式也解得出来，只是反而用 VBA 来解，用 VBA 来写复杂的，反而我觉得会比较好表现。因为你写那个公式，像很多复杂的事情，你全部都要写在那一行上面，那一行上面要写多少多少东西，把好多好多函数全部串在一起，最后还要执行阵列，然后要正确，错了。 其实有时候错了，不知道错哪里了。所以后面会跟各位讲，像这种复杂的事情
交给 VBA 就对了。但是要怎么做？哦，我会跟各位按部就班分析哈、哦，所以这本书大家跟各位讲一下。另外其他像什么超图解哦，有些书啦，像这两本哦，它的优点就是哈、哦，它的理论说的都还蛮清楚的，但是它缺点是说哈、哦，它几乎没有什么实作，就是它一直跟你讲哦，你这个 VBA 是什么东西，然后有哪些物件要怎么用，可是说真的，它范例好像没有，甚至是有范例，可是你把它从头打到尾哦，好像你也做不出结果出来。它里面好像有程式，甚至有些部分有 bug 了哈、哦。所以哈、哦，我们这一课的重点就是教各位怎么实做。OK， 理论部分的话，请各位自行阅读，因为看应该没问题，但是做哦比较容易出问题。所以呢，待会的话呢，我们就按照五大函数，也就是说有八周嘛，所以八周大概就把这个五个函数，也许有的是两周，有的就一周，哦，分别的话把这五大类函数逐一逐一的讲解，那讲的方式会由浅入深，先讲简单的函数，再慢慢啊、用同样的逻辑、同样的思考方向，把它如何转成 VBA 的整个过程哦，我们按部就班跟各位，只要你这个基础打稳，以后就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去用到你工作上面去解决问题。也就是说，简单的事情啊，找一些内线的函数哦，很快就做完了。但是哦，你会慢慢发现，现在工作越来越复杂，所以哦，真的没有办法用一些简单的哦这个事情，这个简单的函数完成啊、哦。所以呢，今天的话呢，哈、哦，请各位待会呢就先帮我开启刚刚这个范例，里面呢先想想看哈、哦，哎，这个要怎么做？对，刚刚讲嘛哈，啊，当然你可能对于那个两个函数不熟嘛，像 REPT， 像 LEN 有没有？或者是说其他很重要的函数，文字类相关函数的话，那请各位切到前面 REPT， REPT 哎怎么用？比如说呢，它下面有个问题啊，就是100笔给一颗星，也就是说它销售量哦，假设它已经超过100笔，那这个表示158就给一颗星，286给两颗星，哎，那我要怎么给星号？当然不是说你现在就拿这个Ctrl C， 然后怎么样 ？Ctrl V 一颗星，然后怎么样 ？Ctrl V， 哎，好、哦，这 Ctrl V，Ctrl V 吗？哦 ，OK，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哦，我看你永远做不完了。那怎么办？有没有比较快一点的方法？哎，用 REPT 完成，怎么做？请各位试试看哈、哦。另外的话还有哪一个呢 ？LEN 在这里，啊，一般会跟那个 MID 啦 ，MID 这个函数也非常重要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取什么储存格里面的某一个字或某一部分的字，就可以用 middle 啦，中间取几个字。OK， 好，那比如说像算这边有几个身份字号长度，那你可以什么插入函数嘛，用什么文字类里面的话，明白吗？文字就这些，其中有个是什么 len， 确定，他会问你一个问题 ，test 什么文字。哦，文字在哪里？在这里。这个文字里面呢有几个字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你给它的什么文字在这里。哎，那文字跟数字有什么差别？请各位注意一下哦，文字前后有没有多什么双引号？有没有？下面回来的结果是一个什么数字？那数字跟文字不一样的地方，你明白吗？数字前后有没有？没有双引号 ，OK 哈、哦，啊，结果呢？你会发现把这个10带确定之后的话，就算完了。但是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满，其他都算完了。哎 ，OK 哈、哦，那请各位试一下，大家了解一下，并且哈、哦，试试看这个综合练习题有没有办法用 REPT 加 LEN 把它完成。好，来画面先还给哥哈，先想想看嘛哈，待会我会解了哈，你不用太担心，反正先想想看嘛。我建议各位就是说可以思考，好，然后尽量用理解的方式去了解每一个函数他问什么。其实哦，如果你要把函数学好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插入函数先找到你要的函数类别，然后呢找到那个函数之后啊，看跳出来那个视窗前面
他那个问题是问什么，你给他他要的东西，而且是要对的东西哦，他就会给你对的结果。OK， 那、啊、使用起来哦，只要按照这个逻辑哦，使用函数哦，就会这个非常的容易啦。OK， 我觉得哎蛮流畅的。OK， 试一下哈、哦。那、啊、待会我们再来看哦，这个刚刚讲的这个范例哦。